要吃鸭肉吗？好啊。我要给我自己用养。你现在是阿伯吗？过来，有点密集恐惧症。上课喽，排队不能挤，不可以咬人，不可以踩同学。最新的多巴疗愈法，黄色小鸭疗愈法，就是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呢，你就来这边。它会不会在我身上大便啊？会。它在我身上大便。快点，我要起来。我无法站起来，怎么办？我现在有困难，我现在很怕踩到它们。结果，我人生第一次被鸭淹没。哦，怎么那么忙？然后包尿布逃跑。